车站的右手边方向，楼上三个白色的外观建筑，黑灰色的落地玻璃窗啊，然后他们家后院有一个灰色长条形的游泳池，在右手边的位置。这栋大豪宅就是早期澳洲金牌游泳运动健将伊恩·佐普大脚佐普的私人度假房。我们现在将要在这个地方呢，慢慢的靠向我们黄金海岸的人工岛啊。等一下呢，我们可以看一下，在我们右手边方向呢，啊，会看到呢有这个小沙滩的位置，这是他们的帝王人工岛。那帝王人工岛呢，啊，就在我们的右手边，将船头要靠向的地方。转进去这个帝王人工岛的时候，我们不能使用麦克风，那我们在游艇外滩的朋友记得开心的时候也不要尖叫，以免影响他们生活的品质。我们现在将转进去的位置就是黄金海岸的帝王人工岛，记得小心脚下安全。我们转进去之后来欣赏一下百分之八十的豪宅都带有私人沙滩的度假豪宅区。